大家好，现在有将我正在在看黄金大奖，可是呢，我今天给你们看我这个新买的 slime。哇，台上来看比较冷。新买的 slime。谢谢所有朋友们啊，我的粉丝团 Shadix， 辛苦了辛苦了，还有感谢我的家人，尤其是我的妈妈啊。它从这样看起来像有点粉色，可是其实是一个什么肉色像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我要感谢啊，在后台的女朋友，谢谢你在我的生命中替我点灯、指引方向。Love you too。还有就跟你share啊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我真的非常感恩，因为这个奖让我学到很多，谢谢大家。恭喜。下一位得主是杨志龙。哦，这家真的很好甜。最近呢，我都不可以，是不可以很像那种，我感觉这样应该比较好一点，对吧？而且问各位说，我买了一个手机相机。是一个，就是一个手成就款手机，然后它就是很像一个跟相机一样。然后也有一个，然后有 Henry Rocky， 像啊，特别感谢这些，然后还有感谢我身边很多，基本上眼睛这样张开开，我的金源，然后谢谢公司，还有重庆 See you later。真正可以关，然后这是 LG。下一位要恭喜的是朱重庆。重庆，中阿弥重庆哎，重庆是中国的，其实这是很久的时候不会用。非常幸运的是，今天我们来讲的是 Butter Slime，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。我这里有一个丢了。就是可以有挖的出来，顺便把垃圾扫走。老人家拿着两个年轻人来扶我，谢谢。OK， 谢谢张哥，他没有什么。谢谢张哥，感谢你的啊。在这里呢，我要特别谢谢我的师兄，谢谢你给予的那番鼓励还有支持，他没有什么名，因为他是挖的出来。他来领这个奖的意义。那么我要谢谢所有爱的朋友。这个其实。它为什么很像普通的 slime， 也像 butter slime？ 其实我没有玩过这个啦，就是全新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动到 butter slime， 这也是我第一次动这个 slime。就是虽然我买了这个很久，因为我就是不舍得去拿来玩，骗你们的啦，我其实。是玩过，可是我不懂为什么到底在说什么啊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正在播着黄金大奖，可是呢，今天我要来看的是 Butterfly， 就是新买的，没有玩过的。哦，一开就这么黏了。但是如果就是观众喜欢悠悠一回投票，那就投很多通的话呢，就是应该是我上辈子有做很多好事，很多善事，所以我这个辈子会继续做善事。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。接下来这位，这个其实是我第一次动这个，我有一个跟这个差不多一样的，跟这个一模差不多一模一样的，虽然可是它不是 butter slime， 它是就是普通的。那种酸的，就是那种普通的酸。可是呢，我从我朋友那里给了我这个，那就酸，就有了。因为我跟他说我要这颜色，因为我很喜欢这颜色。因为你玩久的话呢，这个会看起来很像粉红色，就
种很浅很浅很浅的粉红色。这些就是你们画画同画画通常都用的肉色。OK， 我就现在就是要。哇，这个多久啊？阿明，哎，伟良，阿明伟，你要放这边，我会放到。阿明，那伟良哎，伟良有来哎，你不要放这边，我会放到。我放哪里？放那个罩子先。对不起，你们看不到。阿明。谢谢，真的谢谢大家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经纪人说不管有没有拿奖，都回去回家想感想，我哪里敢想，我真的不敢去想，但是非常感谢大家啊、为我投票的朋友，谢谢 Test 的威，谢谢，然后谢谢刚才的朋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所有前辈给我的指点，不管是在主持上或者是在表演上，演戏方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现在就假如说这是一只刀。最受欢迎男人奖，那我们节目到尾声了，感谢我们的贵宾总理公署部长陈振成先生，新传媒集团主席王元荣先生，谢谢，以及总裁肖文光先生，谢谢你们，也感谢所有的得奖的，还有我们海内外的嘉宾们，还有支持红星大奖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红大奖明年见，谢谢。没有了啊。我通常都这样子玩，虽然也不懂为什么。你就可以说就是这样呗。现在到淘宝找来戏，就能随时随地重温节目。更多餐饮优惠和精彩奖励，快下载立刻 App。蛋糕市场领导者，南人超可荣。你如果你这如果你讲懂什么是八字算的话呢，就是八字算呢，你这样子放假不会有很吵的声音，可是还是会有声音，可是 normal 算就会来就会很像是像这样这个对。那个是我自己用的，所以假的呢，就是这样子。拜拜。OK， 我又回来了，所以现在铺堆去给你们看。这是不是白白的？咦，什么时候突然变？污染方法五到十年内获得翻新，除了本地的污染单位提供总共9500个污染单位，还将出现集合六大区块的北部之星，你融化的棉花糖，月亮将会那一带创造更多。你融化的怎么会有融化的棉花糖在我的山里面？在进入一号区的再创压力情况下，可是我还是会去尝试摸摸看，这好奇怪那个。社区走廊、社区会点、看保健园区以及我们区域中心，里面到底还有没有啊？哎呀，棉花糖，这样我不是要把这个丢掉吗？这样我不是要把这个酸给丢掉了吗？因为它有棉花糖的味道。然后蚂蚁就会跟着来了。为市政增添多9500个单位，当局怎么办？那边就是亲密性桌子的说吧。是妈妈妈。公众步行和骑脚踏车。不讨厌这个啦。这个是3块多，这2块半。
住这边已经十几年了啦。我在那边那个公园啊，就是没有这样美观，将来就无可能。真是气死人了。我会去那边。对以后小孩子啊，他生活呢，各种环境呢，生活都会有很大的那个促进和帮助吧。所以我非常希望。现在把这个丢了。越来越好。真的来啦咯，哈哈，你们骗了吧？这个虽然是 slime， 可是里面那个其实就是shaving foam， 里面那个只是 shaving foam，shaving foam 而已哦。所以你们应该被骗了吧？好了，再见喽！记我说 ，next video 我会做一些帅，拜拜。